你现在是有另一半的吗？有。是竞走的吗？以前国小打排球的。国小的同学有运动的女生，对你来说是加分的。一定加分。那你觉得另一半女生在运动的时候穿怎么样的服装，你会觉得啊？我觉得香啊！排球。我们在台中的哪里？我们在台中的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啊？接下来要有一个超级重要的赛事哦，是什么？全大运啊，各位，全大运。没错，大家一定要看起来，全大运呢就是有各种的运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各种运动都是台湾很多很好的国手选手哦。而且重点是，我们特地来到台中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不去问一下学校啊？有没有什么？对啊，哎，不是，平常那么多人在敲碗说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要来外县市？要来台中？对，有没有直接达成你们目标？第一站台中。台中喜欢的话，再敲完别的县市。OK， 接下来还有两支影片是找漂亮女生来跟我们一起拍影片。没错，而且不是短片哦，是正片哦。没错，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。期待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直接？我们直接去问。好，走啦，我们来看看会遇到哪一些厉害的人物。OK，Let's get。人不可貌相，仅凭沟通与观察，猜出受访者是练何种运动项目。你也是选手吗？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练过。那现在为什么没有？因为爸爸比较反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可能他的刻板印象对身形会比较排斥。哎呦他给我们提示咯。我们要开始猜了。我猜举重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跟那种脚力或者是摔跤有关的吗？不是，也不是拔河吗？不是拔河，不是拔河。可是父母会觉得身形是会变粗壮吗？对，会倒三角。我真的都运动吗？游泳吗？对啊，因为倒三角形好像是游泳会练出来的身材，可是我不知道游泳会壮哎。不是很多人说要减肥瘦身要去游泳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比较偏向就是健身的那种型的游泳瘦身，会比较快一点。运动员的游泳跟我们一般人去游泳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游泳，他那个是极速的，他们好像要夹一个那个东西在鼻子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来直接猜，很难。你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评评理好不好？这样怎么看得出来啊？一点点的小提示，一点小提示，但不要那么的明显。在这里运动啊！谢谢你。田径场是不是？所以你是田径类型的。对。但是田径类型的什么项目？这样吗？这太难了吧，这很技巧。田径很多哎，障碍赛，障碍赛。我以前国小只过障碍赛吗？就是障碍赛，就是啊，就是障碍赛。我觉得身为有在运动的人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一点点，就是赛道而已。那一个项目的全名是叫100公尺跨栏。啊，跨栏就是那个，要这个。你有什么最高纪录多少了吗？最高纪录，1355。13秒55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瞎猜哦。哎，是选手。对，选手。你如果又出现在这附近，是不是又跟田径场有关系的？没错。又是田径？跑步吗？是跑步吗？可是这田径场也有球类运动啊，也有。哎呀，我觉得他在带风向，他一定是里面。因为我刚其实想猜什么撑杆跳之类的。不对。不是，好换你。也还是跑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闹，好烦哦。跑步是有分长跑、短跑，还有分什么吗？还有分一个东西没讲出来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然后非常的柔软。一跳也要非常好。肌力。什么东西啦？提示一个字。走。竞走。对。竞走，哇，好酷啊！哎，竞走是不是可以减肥？我觉得减肥比用跑步还要更快。竞走用的肌肉更多。那他会那个心肺吧？跑哪哪？我的脚好像有离开。跟田径场有关系吗？你不要每一题都问这个，先问一下。完全没有关系，完全无关。他说完全哦。几乎是不太会踏进操场。哎呦，那室内哦。好，我想到了。室内，我想到了。啊，可室外，好难哦，怎么办？那一点，我看起来很无脑。大众的运动中心里面会有的。网球。
哎，哪里运动中最网球？因为我们那边有壁球啦，但是就想到很类似那种，不是球，不是球类，不是球类，然后很大众，太难了吧？你的运动穿着衣服多吗？这太明显了啦，所以没衣服，游泳，没错，游泳是竞技系啊，那为什么室外可以？竞技啊，竞技系啊，室外游泳池吗？游泳池是室外的哦。今年这一次也会参加全大运吗？会。有器材类的还是没有？不用，就人就好了，人就好了，人上去就好。柔道不是，跆拳道不是，前面就有一个。你看，我们前面有答案，然后我们还是猜不出来，很可怜哎。等下就跑步吧，他就在跑步啊。是，对，就是跟跑步有关。长跑，我是短跑的。那你觉得训练中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，就是每天要很早起。你自己本身是选手吗？对，所以你五月就是要参与某个项目这样子吗？对，我们要测一下。可以一点点提示，柔软度要很好。柔软度要很好，我觉得什么东西运动的话，柔软度好像都要很好。跟田径有关系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好哦，柔软度，体操，算是韵律体操。积极，该不会也是那个吧？搓搓搓，猜对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哎呀。柔道错，跆拳道对，哎，闪远一点，闪远一点。问一下是什么科系呢？运传系，也是运传系。OK， 但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读运传系啊？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运动，然后也很喜欢看运动比赛。那你自己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在练习，或者是说实习那种在播报了，有吗？播报是没有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拿器材的那种。对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拿器材，就搬器材？不是，就是拿摄影器材的那种。你要拿摄影器材？对，不会对你来说很重。它不是扛摄影器材，它是像现在小城这个位置这样子在拍摄。对，就是拍摄类的，摄影类的哦。所以毕业之后，要跟镜头后面哥哥学习一下吗？可以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要做的事情可能就不是单纯讲，因为他可能还要写新闻采访。对，单纯。但是他们也很，他们也是企划。对啊，不一样的东西。等一下，哎，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他说镜头后面那个哥哥，我是说不是只有站在那边，他们跟你们一样，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。对，反正就是。哎呀，同学问一下，你是什么科系？运传系。好，运传系，运动资讯与传播学系。哦，终于那个对原名出来了，现在打。大四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听你说你是转学，对，为什么会想要来读这个啊？对。因为我男朋友转学来之后，跟他一起转学。哎，那你们两个默契很棒，运气也很好。对，真的。你现在是有另一半的吗？有。也是竞走的吗？不是，以前国小打排球的。哦，那很久哎。所以是国小的同学。对。那他现在也是从事体育方面的吗？不是。
没有。对，美术。也厉害。那所以有运动的女生对你来说是加分的。一定加分。一定加分。那你觉得就是另一半女生在运动的时候穿怎么样的服装，你会觉得我觉得可以香啊 ，OK。赞的。运动女生呢？排球。啊，这么久还是排球，爱排球。会打排球的人腿都蛮长的。哦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蛮漂亮的。是因为想看打排球，裤子很短，然后腿很长吧？还笑得那么开心，把你抓到了，嘴角都太阳穴了。直接先问一下，对，什么系？运传系四年级。运传，运传系，运动，所以跟运动没有关系。有啦，啊，对不对？运动。就是像那种去比赛播报的那种主播，就是我们，都是你啊，就是你们。当初会选择的部分是我不想要到时候就是，好，我们现场这边风很大，或者是同学你有戴眼镜吗？就是因为我比较哎，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本身，对，所以就是喜欢去转播说运动发生什么事这样子。播报员就要反应超快，你不能说哎，那个球员叫什么？我每次都觉得他们超强。我们没播好，然后 YouTube 就会哦，主播加油，或者是你讲错字，对，他会打什么什么笑死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我跟你说，没关系，你就跟他说，你就继续笑死，因为姐可不是只有主播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他可是我们这次全大运主题曲创作人哎，创作人哎，为什么你读这个还会弄音乐啊？哎，很屌哎！应该说，我其实原本完全不会，然后单纯是我听说学校这次居然没有主题曲，就是原本没有特别打算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惜，所以我就自己去问说，哎，今年有没有要写？我说那确定有要写之后，我来写写看。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跑完全运会。在田径比赛，就是我是赛事的记者，所以就是访问到很多很不错的选手，是，然后也觉得很有感动，所以就想要把听到的东西把它写成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那你很有才，非常有才。像我现在如果看到那些东西，叫我写一篇新闻报告，我可能就已经有点累了，你还写成歌，后来就自己这样子想办法弄出来，就弄出来了。也没有，就是我家人有在玩音乐，然后我就把词跟曲跟他分享，然后请他帮忙，酷哎，就是弄曲这样。对。然后就是开始录其他的，可能吉他啊，然后鼓啊，然后再去找制作人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哎，那你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所以你们现在学校走在路上，人家会说，哎，那个全大运主唱哎，这样，哎，不是主唱，其实他们都还没有听过啊，真的，还没开始宣传这件事情。对，虽然不认识他，但他很厉害，王星好啊，特别厉害。那他是不是做人也很成功啊？对，他就是。很帅，啊，难怪大家全部人都叫他的名字，对，就是替他加油，没错。5月5号到5月8号，台湾体大田径场会举办全大运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比赛，耶耶，请支持他。有没有想要对镜头的观众朋友说什么？我觉得如果你有想要的东西，就去闯，因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重要，主要是你有没有心，对，然后人因梦想而伟大。哇，哎，我觉得很多金句都是从运动员口中讲出来的。就是如果到比赛场地去看比赛的话，尤其是这次的全大运在台体，希望多看一点全大运的选手，然后帮他们加油。他们出场的时候就给他们最热烈的欢呼。耶！那有没有认识到一些可能短跑的选手也是要比赛的，要不要帮他加个油？我不认识，但都要加油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全大运，然后在台体的同学们都要认真加油，努力比赛，赢得好名次。赞、yeah ！大家比赛加油！我会把你们拍得很帅、很漂亮的。耶耶！谢谢谢谢！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